一个贴这里，然后绑这里。仔细确认位置后，一一粘贴瓷器标志，期盼拿到加厚型环保毛毯、披巾以及围巾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用心和尊重。出52箱的赈灾毛毯，还有围巾跟披肩。12月6号就直接送到名古屋，哦，那由名古屋再送到灾区。 那这个名古屋的海关已经说正式的同意回复，我们所有的文件说物资没有问题，而且是可以免税通关。慈济内湖园区一角志工以及大爱感恩科技公司员工们带着祝福，把每箱爱心物件堆叠整齐，再由航空公司仓储接手，尽速送往日本蓄水町。那我们是运送是华航的这个货机去，他们也愿意共襄盛举，等免费。 回捐，那我们来做这个运输。爱的接力持续进行，只要地震灾区还有需求，慈济都会全力以赴。大爱新闻林立一台北报道。